花莲分署在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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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投入前跟投入后有很显著的非常的非常明显的差异，都有来帮我们做这个清洁啊打扫服务，所以我们那个街道看起来是很干净，这门面能够干净整洁就是对这个社区最大的加分，尤其是替代役男打扫街道，在在的都提升我们社区的环境品质。那我在这里也是非常谢谢你们对我们北滨这边社区的长期的贡献，帮我们做社区卫生打扫啊什么的，谢谢你们，这个里长无以回报，只能说谢谢你们了，谢谢里长的支持。